我哋而家咧就喺南非嘅機場。又準備出發啦！我哋今次咧出發去南美尼亞，咁我哋咧除咗會啦探下啲孤兒嘅小朋友之外啦，咁另外仲會去一啲景點啊，例如係沙頭與海。冇錯，咁但係而家嗱見到啦，我哋啲朋友啦，我哋啲 cam 已經搬緊夾啦，如果再唔搬嘅話，可能會俾佢KO，所以我哋即刻搬夾啦，已經搬完啦喎，已經。睇車，睇車，睇車。 我哋到咗南美利亞啦！呢度好有度假 feel 啊！系啊，椰林樹影，正，上車。 納米比亞俾我嘅第一印象咧，係充滿陽光氣息，而且景色非常之宜人啊！納米比亞其實擁有好多奇幻豐富嘅自然地貌，好似係沙海交界就係其中一個啦。我哋會唔會去啊？梗係會啦，不過唔係今日，我哋今日咧先會去到納米比亞嘅 ACC 睇下噶。聽唔聽到啊？聽唔聽到？我聽到，你哋未必聽到，而家聽到啦啩。 我哋唱完國歌啦，同埋咧做你嘅宗教禱告之後啦，咁咧就會翻教室啦，而且佢哋個功課係啊，好整齊，我聽老師講一個一個都好細聲咁行入去課室度啊，咁我哋就入去聽下佢哋上課嘅情況，不如好唔好？Morning, I'm very fast, and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. Yes, I'm Paul. I'm Dorothy from the Macau Television. Okay.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好啦，我哋而家咧就入課室啦。應該係校長啊。其實呢度介紹呢度嘅環境先啦。嗱，呢度其實咧係一個類似四合院嘅一個建築物。係啦，建築物啦。咁中間有個大涼亭啦，咁樣俾啲小朋友喺度活動嘅空間啦。咁四周咧就係一啲嘅住宿嘅地方。但係因為而家咧個校區仲未建成啊。係啊，同埋咧其實而家仲未有咁多嘅小朋友。係啦。以往係得50幾個小朋友。係。咁所以咧佢哋建咗三棟。 其中一棟咧就係俾佢哋住宿啦，另一棟係俾佢哋翻學，仲有一棟就做用嘅。冇錯啦，咁啊，所以就話而家就諗住入去哋間課室度睇下佢哋上課情況，但係佢哋未入之前咧已經喺度聯絡我哋。係啊，係啊，見到啊。同埋咧，其實咧佢哋呢度嘅學制咧係分 Grade C 樓啦，到 Grade 咁所以咧，小朋友都好細個，同埋咧，原來佢哋咧分上下課。係啊。係啊，佢哋朝早咧就會同聽過啦，你比亞咧，其他學校嘅學制係一樣嘅，就會上當地嘅課程啦，會有英文上啦、數學啊，仲會有一啲中教公民嘅課啊，咁另外咧仲會有一啲係第二母語嘅課。我知道又會沙功夫啊，上下一啲嘅課外課啊。係啦，呢啲咧就會係晏晝上啦，因為咧正常呢度咧上課上到11:30。 之後咧就係嗰啲功夫課。我已經冇心聽你講啦，我入去睇下你玩啦。佢啲鞋都好整齊。Hello。呢個這是女生的班級嗎？你們全部都是女生嗎？對。哦，有分女仔課室嘅喎。 嗱，我哋睇下佢哋嘅課表啊，每日都唔同嘅。嗱，好
知咧，呢一個咧就係佢哋嘅宗教同埋公民教育課啦。咁呢個就係英文堂啦、數學啦，同埋仲有一啲環保課，我覺得係好特別嘅。呢一度啲小朋友上課相當之開心啊，而且都好自覺嘅喎。點樣自覺咧？會自己睇書寫字、用心聽書咁樣啊？都會啊。咁但係我想講嘅，佢哋係好自覺咁同老師一齊搬上課要用嘅凳啊、台啊咁樣，真係抵讚嘅。院長話：因為呢一度嘅小朋友大部分都係嚟自唔完整嘅家庭，咁所以佢哋都比同齡嘅小朋友懂事㗎。當我來到納米比亞，然後我們親自到部落去探訪這些孩子的家庭，發現他們很多都是單親，因為媽媽同時會跟不同的男生在一起，那或者是說跟某一個男士在一起之後呢，這個爸爸就跑掉了。當媽媽要養很多孩子的時候，那這些孩子就沒有機會去讀書，因為他買不起制服啦、鞋子或者是課本，所以他就让孩子都待在家里面，或者是帮忙出去赚钱，或者他们到垃圾场去捡食物。所以像我们院区也有几个孩子是从垃圾区里面找回来的。那因为他的家里面一个小小的房子就住了七八个小孩，所以根本三餐都是有问题的。ACC 落户納米比亞，為當地有需要的小朋友帶來希望，但是要在非洲國家辦學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當我未加入 ACC 之前呢，我的正職都是做一個社工的，現在我就加入了 ACC 和院長一起合作。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做修身的。我們在這裡最遇到最大的問題呢就是宗教方面，因為當地呢是沒有接觸過這個佛教這方面的，政府官員其實都對我們很支持，除了宗教這一方面他們是暫時沒有全面接受。因為我們組織在這邊是一個新的組織，然後又是華人團體，又帶有佛教的一些色彩，所以我們發現在外面還是很多地方啊，或者是政府對我們的組織有很多的誤解，所以当外面有很多不同谣言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想办法去解释，但是有时候又很难去避免，所以这都需要时间。对于家长来讲呢，其实我都在教导他们，其实宗教这个议题呢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讲不是一个新议题，就好像以前我们根本是没有天主教和没有路德会的，但是只不过是我们现在我们当地的人不认识佛教，所以要这么抗拒的。那我们只不过是将一个新的概念告诉你们，当小朋友大了之后，小朋友就要自己决定自己宗教的选择，同埋佛教喺呢度咧，只不過係教導佢哋讀書啊，各樣嘅啫，冇又唔係要佢哋要殺生啊，或者係要互相殘害佢哋。所以希望咧，我哋用事實啦，慢慢說服啲家長，只不過係一個新嘅，對我哋嚟講係新嘅宗教，唔代表呢個宗教係壞嘅。目前我們跟政府方面，向教育部，我們申請學校的部分，他們是支持的。所以今年我们也正式取得了学校的证照，然后开始运作学校这个部分，帮助当地的孤儿没有办法去上学的单亲的孩子为主。变成妈咪跳跳捏捏手臂，学阿妈转身跳来跳站。在这间学校里啊，就是有一些五岁至八岁的小朋友在这里。没错，整间学校暂时因为是新起嘛，大概就已经营运了差不多一年左右了，大概得五十几位学生。是啊，个个都很小，但他们个个唱歌都唱得很好的，还有很恩比啊。
比起之前去嗰幾個國家係樸素好多嘅，因為可能都係新建啦。咁同埋好多嘅設施其實都係未完成到，因為佢哋未籌到錢去接落嚟嘅工程。咁所以好多時都係佢哋有幾多少就建幾多少，咁變咗設施係比較簡陋嘅，即係譬如好似佢哋宿舍咧就係當咗學校用啦咁樣。咁另外一啲體育館就變咗多功能室啦，可能小朋友玩又喺嗰度，上早課又喺嗰度咁樣。有時搞活動都在那度咁，咁其實是比其他的園區係簡陋啲嘅。咁雖然話設施未夠完善，但係新建有新建嘅優勢啊，就係可以加入新嘅概念啦。冇錯，就好似加入環保設備咁。由於納米比亞嘅日照相當之強，咁所以園內大部分嘅地方都加入咗太陽能板，環保之餘又可以節省成本啊！唔單止係咁噶，呢度仲有一個咧用舊車胎同埋回收物改造成嘅遊樂場，可以俾一班嘅小朋友喺呢一度放電啊！估唔到呢個園區都有千秋畫喎！係啊，仲有魚搖板啦，仲有一啲傳統啲嘅平衡木啊，咁樣嘅，係啊，真係估唔到啊！係啊，可以鍛鍊到小朋友嘅身心發展，仲有娛樂到佢哋嘅作用添。哇！我好驚跌啊！係好玩嘅，第一次坐有車胎嘅千秋。我第一次坐咁大個車胎嘅千秋。你邊度坐？你企嘅。我見到咧，嗰啲嘅小朋友嘅頭髮咧，扎得好靚啊！其實我都想試下嘅，但我唔知得唔得。我去問下佢哋啲保姆先，因為佢啲頭髮咧係佢哋保姆扎嘅。一個事情想相求你們，我想把我的頭髮扎成這樣可以嗎？對 ，like that， can？ Yeah， yeah， 痛啊！痛啊 ！Why not？ Why？ Why？ It's soft. It's too soft. It's soft. How about？ Okay， let me try. Okay。因為啲頭髮咧比較軟，同埋比較短，所以扎唔到，咁就夾硬咧就逼咗阿布去整啦。你有冇中好似中咗我伏嘅感覺？係啦，明明就你話要玩嘅。哇！個保姆開始摸打手咁樣啊，轉眼間又摸開一條咯喎。Enough, two is okay. Thank you. 漂亮嗎？漂亮，漂亮，他說漂亮。咁細個就講大話。明明邝匡能自己想扎辮噶嘛，點解變咗我扎辮嘅咧？因為扎落去，我成日以為咧嗰啲譬如非洲人啊，佢哋會扎一啲鬓辮，鬓到成頭都係咁樣嘅。我覺得會好痛啊，因為佢掹到啲頭皮好緊。但我扎落去又唔係喎，反而覺得咧好清爽啊，職場咧呢一邊咧清爽咗好多。咁我因為冇鏡，我睇唔到啦，所以我就咁瞓咗兩條，我就停咗啦。因為我好擔心，唔知瞓咗之後點樣啦，我洗唔洗頭咧？因為佢哋話瞓完呢啲邊係唔洗頭噶嘛。咁如果我一早睇到鏡，其實我都瞓得幾靚啊，我應該瞓曬呢邊。佢整完之後，我都嗌翻三四次個師傅啊，不如幫我整埋啦，我好想整啊，拜託拜託咁樣，跟住就啊好啦，坐低啦，咁就真係幫我泵咗三四天。有冇諗過咧？如果係冇鏡咁剪頭髮幾愁咧？我又唔知佢剪成點，但啲人圍住喺度笑，咁真係點咧？你知唔知你而家剪咩啊？你似哪吒里面嗰个雷震子啊？唔系话，佢赢嗰次。就在那里面嗰边发明。点啊？觉得？我又想睇啊！其实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嚟嘅。咁啊，大家嚟到非洲呢边咧，即刻要试下。但记得要留长头发先，如果唔系咧，就可以试下咁样。系啦，要攞条橡筋扎住咧，先唔会甩。OK。好似地中海，唔系哇！但系其实扎得几靓嘅，即系咁短头发、咁软嘅情况底下都扎到咁，好明显个功架非常之劲啦！你睇下佢成头都系咁，真系犀利啦！蹦完之后，我觉得靓嘅嘢，因为
揸凳中間呢個頂嘅三四條好核突嘅，好似啲秃头佬咁。成個旅程入邊咧，團體啊，所有嘅成日對我哋攝制隊啊，一定要多謝嘅。但我更加係想多謝喺我呢二十幾日嘅行程入邊遇到嘅每一個人。嗰件事，好感謝 ACC 嘅一啲工作人員啦，佢哋相當之配合啦，為咗我哋嘅拍攝，其實真係幫助咗好多。例如好似我哋去某一個國家嘅時候，其實中間過關咧都相當之困難，同埋係遇到好多嘅阻礙嘅。咁但係經過佢哋嘅調解之後，令到我哋嘅拍攝相當順利，真係感謝佢哋。可能好多人覺得今次呢趟旅程咧就話：，喂，你哋爽啦，去非洲玩，去非洲開心咁樣。咁其實我覺得係開心嘅，但係開心係因為我可以因為呢趟差而改變咗我對一啲事物、對一啲工作上邊嘅一啲思想上邊嘅轉變。可能我以前好執著某啲工作上邊嘅嘢，或者係生活上邊嘅一啲嘅態度，或者生活上邊一啲零碎嘅事情。但係當然去完呢一趟非洲之旅之後啦。見到嗰度啲小朋友啊，啲朋友啊，可以好簡單就滿足咗自己啦。咁其實我哋而家做咩追求啲乜嘢咧？其實生活好簡單嘅啫，做咩為咗一啲事情、一啲嘅其他人嘅言行而令我自己咁難堪咧？呢個係我最深刻嘅體會。